嗨，大家，我们今天来到师大附近的丽江南洋面食馆，期待吗？晚餐，你是不是喜欢吃酸酸辣辣的东西？对，超喜欢。那要选这家就对了，你看，80块，还有特制凉面、叉烧拌面。我来看我最喜欢吃什么，我喜欢吃的拔龙干巴巴丝。它的味道很够，天冷了，热热的又好吃，汤的有干的。那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菜单。走，来跟大家介绍菜单。你这次点了什么？我点了叉烧干巴丝，它的面都有分成干的跟汤的，主要口味有三种：叉烧啊、臊子跟咖喱子。臊子就是有点像是碎肉，就是台湾的那种肉燥。叉烧就是切碎。那种肉丝，比鸡肉饭那种肉丝，还有云人推荐这个过桥米线，就是如果想吃好一点的话，就吃过桥米线，它有点像是一个小火锅的 set， 还有配白饭给你，丰盛切超啊。那它有五味，这就是叉烧、肉丝、巴巴丝，搅拌一下，有点透明 Q Q 的感觉，巴巴丝，好来吃哦。然后就一直放掉你手。如何？好吃啊！形容一下它的口感吧。Q Q 的，辣吗？辣吗？还好哎，不会很辣。反而如果你喜欢辣，你还要再多加一点辣。对，肉的口感也很，吃得到肉的感觉，顺口，就炸过的那种，吃起来很香。吃完了，拿起来。好吃，餐厅报道强力推荐，这么好吃。夜市生活，师大夜市生活网，就是要来吃丽江面食馆。